大家好，我小李，今天我们又来收捕鼠工了啊，看这个有没有收获。昨天换了地方，因为上面的酒柜基本什么都没有，我最后干脆全部换了地方了。走啊，过去看一下。太大了，估计是扔走了。这个有点松还是什么？这个被吓到了，估计。我先再装回去吧，等一下。这个安装确实比以前方便太多，但是这可能是这个太大了，就导致这个玩意，你看。就有一根毛了，也或者是位置不太对，没夹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再看看。OK， 我丢了张牌在这里的啊，看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主要是用来计数的，走了。这个没出发，这个还在。这里中一个，大家看一下，还活着的这个，看到没？嘿嘿，好大一个！带起来，带起来。OK， 这个还活着啊，我们取了。第一个，还可以吧？好，装进去。第一个啊，看上面还有没有，这张牌就收了。收了几个回去记一下药。走，这个地方没中，这里也放了一个，这张牌放在这里的。好，继续往前走。这里又中一个，兄弟，哈哈，大吧。来了啊！两张牌拿了，嗯，好像这里，这里还在，这个地方还在。好，继续往前走。OK， 继续往这上面走啊！看你在这上面放了，已经得两个了。这个还没出发。好，我们再去里面看一下啊，这里面放了两个。三个了啊，又中了一个，可以吧？就是这么中的，看，再放进去。Go， 里面还有一个。这里面也有一个的啊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货。啊，这个地方还在，还没出发呢，看这里。OK， 现在就去上面看一下啊。这里也还在，还最后约在上面这一点点。嗯，好，再中一个呗，老哥。
这里。哎呀，还没中。最后一个在这个里面，大家看一下。OK， 那就木有了。先拿着这三个回去吧。现在已经收完了啊，就得了这三只，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看它总共的。好像就这只还活，其他的这两只都已经是死掉了。好，这今天的老鼠都是一斤多一个的，还是挺可以的啊。好，那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了，我是小李，欢迎大家关注、收藏、评论、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